七分啊！你数学就考七分啊？嗯。你知道我为啥送你去上学？为了学知识。你学的知识呢？这儿呢。七分的知识？少吗？七分多吗？还少吗？哎呦，你们班最多分考多少分？99分。同样一个老师教的，为啥人家就能考99分，你考7分？因为我不是考99分，他妈生的。那你考98分也行啊。考98分，他妈是博士。考97分也行。没考97分的。有考3分的吗？没有，有考1分的，但是不是数学。语文啊？嗯，是英语。英语考1分，我现在都能想象到那个考1分的都能把他妈气死，都能把他妈气吐血。你们班谁考1分了？我。谁？我。